你抓一只放在你的口袋里面。没口袋，带走。他以为袋子里面有钱。又来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又来了。看爸爸录影。在摄影。爸爸在录影。哦，来了，又来了。他甩呢？他要进去了，啊，看到包包包里以为有东西，他会跑，对，跑来抓包包。可是他好小一只，我没看过那么小的。金丝猴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小白。叫小黄。小黄。叫什么？哎，你赶快跳。Have you ever